喉结超级大，以至于我的声音就非常的低沉且性感。那么，老婆，我要拍喉结。你的喉结为什么和别人长得不一样？好多人艾特我拍这个，哎，我们一起拍吧。谁艾特你？我拍。老公，我也要拍这个。拍什么？那个喉结。不要。哦，对哦，反正你也没有喉结。来了。你的喉结在哪里？俩拍了那个很火的喉结照，看到小白在 P 图，哦，原来是在给自己 P 喉结。干嘛？你 P 什么呢？你 P 照片呢？我给你瘦瘦脸。我 P 过了，你瘦什么脸？让我看看。没有啊。哦，你是不是 P 喉结呢？我 P 什么喉结？我本来就有喉结。那你刚才拍照片，你的水平不行，你没把我喉结给我 P 出来。P 出来？没把你喉结。好明显。他让我看他验水展示喉结。你看，我都能摸到它在滑动，怎么样？那你为什么还要 P 喉结呀？我没有 P 喉结啊，谁在 P 喉结？老多人艾特让我拍这个了，那来吧，标号在拉屎。姐，啥玩意儿？姐，你不上厕所了吗？咱俩拍一下那个喉结照呗。等我拉完的。行。你的粉丝艾特你，非得拍这个，快点起来。这是啥？你他妈脑瘫了！其实好了吗？没呢。快点，我上厕所要开讲了。快点！我要拍这个，你看。慢点，啥呀这是？你看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怎么样能火这个吗？哎呀，你拍不拍嘛？沈佳宜，我就是你的工具人。走，蹲下来点嘛。得了呗。我直接拍照，我也想试试。扎奇。你有喉结吗？你问这话都新鲜，就好比我问你，你有锁骨吗？你好像没有。真的有，保持住啊！来，羊头。等会怎么这么不像人？你这下巴颏的弧线都跟别人不一样。梳点下巴，羊头。你这个脸稍微有一点像马桶，有人跟你说过吗？不怕。我觉得能拍，拍一下下颌线，使劲，转头，使劲。没有的喉结照来了，这个不利用是不是可惜了？不要这样晃悠，不要！哎呀！不中了，我把它顶在这儿。这样就挺好看的了，但是我们现在录像应该怎么办？接那张图下来就是。我是不是也有？你都有啊？大多数女生都没有喉结，你女朋友有，这说明什么？我没洗。有没有？有，哇，好大一股！你太好看了吧！我前两天刷到一个男朋友喉结拍照，好性感，我也想拍。拍个，叹什么气呀、啊？拍呗！你有吗？怎么没有？什么哥，这不是喉结吗？你就录着视频，我一喝水，这感觉不就来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那是热水，都冒着热气儿。喉结男出现了，你一会儿能不能喝饱了呀？你胖的连喉结都没了。有啊，我说了有。原来你脖子能挤过去那么多肉啊，我觉得你现在呼吸可能有点困难。你看看喉结，闭着喉结拍过。怎么了？走。来看我们的岩居鸭脖照片。老赵的喉结我觉得还是很让我满意的，除了有点像那个岩居鸭脖外，有点泛黄。哎，我可以 P 不可以 P 啊？你早说嘛。就
上帝就是在你需要女人的时候做你的女人。来房间。来啊！干嘛？拍个视频。干啥？拍那个。你滚！你别挡我光。你干嘛？不行不行，这样这样难难。你戴个假发，我来我来。女友专属。为了拍男朋友侯杰，我竟然在零下二十度的地方穿着毛衣，怕侯杰不好看，往脖子上涂点雪。你干嘛？你搓啥呀？红一点吧，红一点好看点。冻得瑟瑟发抖，还疯狂咽口水。